Hello，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潮。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灌系统。那我们这边呢，要先准备一个可以重灌的随身碟，然后插上我们的电脑。这边照理来讲，笔电侧面都会有一个随身碟口，那我们就插上去。看我的无线鼠标口插上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开启我们的电脑。接下来呢，我们按下我们的开机键。我们这台电脑方式进去应该是 F2。各家主机板进入 BIOS 的方式各不尽相同。Press F2 to run setup 就是 BIOS。 那我们这边呢没有支持鼠标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键盘去控制。然后我们切换到 Boot 这边，这个 Boot Drive Port， 对，我烂英文，就这边呢按下 Enter， 然后我们把5按下下下，直到我们可以用上下键来控制，然后直到我们选择到这个 removable drives， enter 下去，就这一边你找到了之后，选到 1st boot drive， 把它改成 removable drive， 按下 enter， 再按下 F10，按下 OK， 它就会重新启动。串指令呢，就可以达到进入我们的随身碟开机。我刚刚查到的资讯，结果不像。那这一段呢，可能就这一段指令呢，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下方。进到我们的安装界面喽。进到我们的安装界面呢之后，记得插上你的鼠标，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安装的程式。那安装程式呢，我们这边只要傻傻的点下一步就可以了。那我们要如何安装呢？我们现在先来教大家。要安装的语言选择中文繁体，货币格式和时间格式请选择中文繁体台湾。那其他的呢，你可以自己选，像简体新加坡之类的。那我们这边呢是由我们繁体台湾。键盘或输入法使用微软注音按下，并且按下立即安装，它就会开始跑跑跑，显示安装程式正在启动。这边呢，我们有合并了一些 Windows 7的东西，
我们这边呢可以选择要装 Windows 7或 Windows 10。那我们这边呢还是用 Windows 10去做对示范。Windows 10专业版，我比较常用这个去装。对，修改日期这个对就可以自己去看。那我们目前呢，只要看这个 Windows 10专业版，并按下下一步。软体授权条款，这个各位可以自己去导导阿孔啊，他家查很久，我不看了啊，就你一定要允许才按下，这样子怎么按下一步都没了，你是一定要按下这个才能按下一步。安装安装类型这边呢，常
择设定供个人使用，按下一步。电子邮件的部分呢，就打上去吧。这边呢，选择建立。连接的手机呢正在拍摄中，搭配 OneDrive 保护你的档案，可以按下一个。装置隐私权设定，我们这边建议直接按接受。它就会开始设定了。中你可以按下否，那我们这边呢，笔电就算重灌完成。好，那我们呢就继续，那我们就切到那个我们的这一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我们的东西。我们这边呢建议安装这个驱动程式的这个双击开启。那右下角的部分，各位不要去理它，那个是内建的，不是内建的，那个是免安装版本的录制程式。那后面呢，这个声音呢，其实是由我另外一个相机镜头录出来的。开始先准备这个应用程式，我真的非常推荐。那个应用程式呢，它不会有任何的广告存在。这边呢，按下
电脑跑得慢的话，也可能需要等很久的时间。破除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也可以在家里自己试试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在影片右下角点个喜欢，按个赞。如果你想要持续追踪我的频道，持续追踪我的动态，欢迎点一下现在大图示旁边的订阅，并按一下小铃铛，这样就能持续追踪我的动态。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